战机甲遥控对战机器人系列，拥有精致霸气的装甲，超强的机动性，搭配酷炫的红外线激光枪，精确瞄准，一枪毙命。操作演示：首先将遥控器和机器人调到相同的频率，遥控器向右倾斜，机器人向右转；遥控器向左倾斜，机器人向左转。左右交替倾斜，可控制机器人蜿蜒前进。扣下射击扳机，可触发机器人发出光线照射对方。进行射击时，枪有模拟真实后座动作，子弹有数量限制。扣下上膛扳机，可以补充子弹。游戏规则：生命指示灯共有11个生命值，被射中一次减少一个。当剩下最后一个生命值时，会不停地闪烁，失去全部生命值就会失去行动能力。直接冲撞对方倒地，也可战胜对手。